批评。恁着阿乐耶华，恁着感谢耶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这是咱来交来制定新的概念，新的概念，恁着尽心尽性尽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家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一个。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，这样了解是全如我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概念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也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会来认识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咱犹原徛咧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全能稳定的天父，我谦卑诚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手术平安恩惠伫我的心上，予我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宇，阿乐敬拜你。我知我是有罪人，总是我要感谢你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。予我会当靠着主的圣名来得救，也予我有圣洁的生活，会当得到平安、喜乐来服侍你。我若要恳求你加添气力，予我时常反省、坚信真理，赢过骄傲自尊，予我学习伫你的恩典内面活得更加丰盛。而且我若要为着身体欠安，就是心灵受创伤的兄弟献身祈求，恳求天父怜悯佮安慰，予一切因为受着压迫、拄着极大苦难的，拢会当借着天父来除去忧伤痛苦，内心得到平安。这时也恳求圣神进入我每一个人的心，予我来领受王牧师欲传讲天父来的信息。啊，互讲甲听的，拢会当得到利益。原来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灾是天灾，拢会
一章五十到十三节。五加福音十一章五十到十三节。我用台语来读。第五节，佮对因讲，恁甚物人有朋友？你半暝去找伊，甲伊讲，朋友啊，摕三个饼借我，因为我有朋友对路里来找我，我无面通请伊。伊对内面应讲，无得招待我，门已经开，囡仔甲我伫床里，我袂得通起来摕予你。第八节。我甲你讲，虽然无为着伊做朋友，起来摕予伊，还佫为着伊的迫切，要起来照伊所欠用的予伊。我佫甲你讲，求就予，因找就找着，拍门就甲伊甲你开，因为见那求的得到，找的拄到，拍门的。甲因开十一站，恁搭落一个做白鞋，有囝来讨饼，也袂将石头予伊嘛，也是欲鱼，也袂将蛇准做鱼予伊嘛，也是讨卵，也袂将芥仔糖予伊嘛。恁食的虽然歹，也佫袂晓得用好面予你的囝儿。何况你的伫天里的爸，敢会用信心来呼求伊的人啊？以上，愿上帝赐福听伊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咱来念这礼拜的经句，是《路加福音》十一章九十到十节。咱大声用台语，咱三个来做念。我搁甲你讲，求就予你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开开。你若来，我就找就拄着，拍门就开开。咱华语嘛来读一遍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。